怎么了？松开，你弄疼我了。现在收拾好东西，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，听见没？就因为他俩，你现在敢这样跟我说话了是吗？他俩是谁呀？爸妈都不会笑了是吗？一年去你家不得有10次，也得有8次吧？我爸妈离得远，一年就来一次，辛辛苦苦做一桌子菜，你给谁甩脸呢？不是做跟猪食一样啊！我不嫌桌子算不错的了，我才是这个家女主人，一分一毫的钱都要从我手上拿，知道吗？你是女主人，你是干啥地呀？这些钱都是我辛辛苦苦赚的，房子是我花钱买的，是给人住的，而且我爸妈养我一辈子，我给拿点钱怎么了？每一年去你家又是拿东西又是花钱的，我说什么了吗？我爸妈过来了，我给拿点钱，你咔从我妈手里把钱抢过来，你考虑过我感受？你考虑过我爸妈的感受吗？我不想跟你说了，你先带我回家。这破地方我一分钟带不下去了。那你他妈现在有多远给我滚多远行吗？这房子是给人住的，我赚钱是给人花的，你跟我爸妈比你真不配，你知道吗？